战争哦。君婷，等一下我拍好了以后，你再调整你的位置。好，那只要他，你不影响他，他不影响你，看得到就好。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主题，我先把。可以吗？好，坐哪边都可以。好，坐这边，然后你们可以到旁边。好，我有点烧火。